我要吐了。没有没有，你看，用这个去求婚。去看那个 capsule toy 啊，六楼。身为日本人哦，不会闷的，有这么多东西可以玩的。嗯？这片上你是恐怖系列的，明年。很好笑，我看到他们我就觉得很好笑。这个挺可爱的，只是我怕拿到这个大象很丑。1000块，然后嘞？对。菩萨保佑我。OK， 转，等一下，我先把钱放进去。哎，里面东西跑出来。怎么开啊？好吧，开，我会开。耶，狗哎！耶，狗，是狗。谁看了？对，我在外面这样看到它，我就被它吸引了。可以，是狗或者猫我都喜欢。你看，像掰开，像你的拇指。不过它有顶下面，那个是可以直接可以开的。对，就是啦，有这个啊，这边下面啊，用你的拇指这样子，啪。不是，这样子挑起来。我看有 squash tape 吗？一样的，你可以把直接挑起来，它就 squash tape 跑出来了。啊，对对对，我的没有，我的没有指甲。哎。不用指甲的，你用这个肉肥肉这样子跳起来。啊，它现在用这个。求婚。OK， 我们来看 Pokemon。好像很漂亮，你看它有背景的，嗯，然后 display 的，还有这些。对，这个是300，没有这么贵。希望能碰到 Pikachu。哦，是这个。这是蓝色，成千上万的军队啊！都下班了，他们去打仗了。穿着黑色制服的，很好奇 Jasper 的蓝色宝贝是长什么样子的，所以我就打开了他的这个蛋壳，取出了他的宝宝来看来玩。原来是一只蓝色的小精灵，很可爱的，把它放在这个平板上。看是什么样的效果，大家看，好漂亮的 Jasper 的蓝色精灵宝贝诞生咯，才300 yen 哦，300 yen 就等于新币3块钱。 Jasper 生病了，生病的原因有两个，第一他没有喝水，水他不够，所以就生病了。现在他在前面他发冷，好可怜哦。他里面我问他有没有穿 Thermalware， 他说没有，我穿的德莫威，我都在那边发抖，说他没有穿德莫威。Jasper 走在我前面，他说他全身发冷，看起来好可怜的样子哦。此刻的我在想，等一下给他 Panadol 吃，然后帮他刮痧，还有帮他出血了。如果他的烧一直不退的话，
等一下帮他刮痧，他一定会呱里呱叫的，还有出血更糟糕，会吓死他。现在在想要怎么样跟他说，让他不要害怕。现在要筹谋怎么把我在七年中医学院学的那些知识拿出来用。走着走着，我们走到了另外一栋 Anime Building， 这里的四楼呢，它贩卖的是同性恋的漫画。单单看它的封面呢，就觉得很吸引人，很特别。但是它都已经是包好的，我没有办法打开来看里面的具体内容是什么。比如说这个称为耽美，耽美文化在日本很普及，很流行的。我们还有知道这边附近有一条街是 Gay Street 来的，这些 Gay Streets 里头呢有很多 Gay Bars， 我们很好奇啊，但是都不敢进去看。这一类的漫画是画有关男同志的恋情的，这类型的漫画叫做耽美小说。我们打卡了，今天我们没有打卡的。这个地方太特别了，让我大开眼界。大开眼界。大开眼界。连衣服都没有买。真是大开眼界，来到这里。这栋大厦叫做 Animate Ikebukuro Flagship Store， 就坐落在池袋电车站的附近。看完了漫画，我们现在要去赴约，去找新元的日本朋友吃晚餐咯。